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战斗力只有5，简直是个勒索。你可不要靠过来啊，不然的话我就要开枪了。灵通直接打门，这个球打得非常精彩。八概率一转命中，比分变成了2-1。伊朗队的二号连过数人突入禁区，距离球门有35米开外，起脚冷射，这个球打得又急又刁。第43分钟，伊朗队又是通过中路的短传配合，使中国队的防线出现慌乱。居然有这么弱的民族啊！